我是赖伯，就是2007年8月26号，高雄捷运中央公园站，随着连整所拍摄的是。所拍摄的是0024内部柴油列车。内部的彩绘捷运列车驶离，再见喽！祝你一路顺风。然后高雄捷运之旅就先这样告一段落。就相片的话，在很多都点不到，就光相片。那是0024，然后看我小港的。车号1142加上1141 0211加上1141，然后是什么 OK 棒的彩绘列车，高雄捷运列车驶离中央公园站，还蛮酷的一座一个车站，我要上去了，我这边不能久留，高雄捷运车站不能久留，只有拍一点点这样。有相片反正很多都丢不到，就光面来各位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看到二号出口，这样2号出口，哎、欸、有车、欸、算了，看我南岗山的高雄捷运列车准备驶进中央公园站。有相片反正很多都丢不到，就光面岗山捷运车为开往南岗山的高雄捷运列车，准备抵达中央公园站下一站美丽岛站。而相片我等都订不到这个航线。1183，加上2184，加上1184。高雄捷运列车，原装的高雄捷运列车，相片啊，你都订不到，知道吗？我再继续再见，拜拜。